守好一个礼拜就来吃饭了哈。公路总局局长陈文瑞特别来到基隆市政府拜会市长谢国良，团队中还包括整个国道客运相关的幕僚，重点就是要来协助国道客运的旅客疏运到底该如何改进。对于公路总局的拜会诚意满满，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局长特别来到基隆市府请听基隆民众的需求，那也给予很具体的帮忙。市长也非常关心基隆市民众这一个通勤上班的这个搭车的一个权益哈。那今天大概我们有意见交换，包括这个我们的9026哈、1573，还有这个电动大客车的一个购车的一个问题哈。那基本上其实市府这边的一个建议的话，公路总局这边哈其实已经都有开会哦，那也都有这一个一定的进展。包括就是未来9026的新路线，好、哦，这个有相关的这一个分流的计划，我们都会来进行公告，然后尽速的来完成，好、哦，然后让这一个基隆市的民众哈、哦，能够就是在搭乘国道客运往返这一个台北哦双北地区的话，能够更方便哈、哦。那9026需要分流，是我们分析后认为可以最实际的帮忙到搭乘民众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方法之一。那所以我们也请公路局局帮我们评估，那非常感谢在很快的时间就得到了非常善意的回应。那就像刚刚局长跟大家说的，这之后有一些程序，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试办了解这个新政策的一个效果。好，那再来就是包括1573跟电动大客车等等的需求，我们也一并反映给局长。那希望局里面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能够多帮忙。那非常谢谢局长今天特别来到基隆，然后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在此非常感谢他。那另外这个在协助这一个我们基隆市这边汰换电动公车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行政院交通部这边已经有这个核定专案计划，那这边我们也会跟基隆市政府一起携手合作，好、哦、让这一个我们基隆市民哦在乘车上面，在这一个搭乘公车的节能减碳上面哈、哦，我想我们会一起努力。基隆通勤族的问题的确需要中央跟地方充分合作，才有办法逐渐调整到最佳的规模与调度，减少基隆通勤族的无奈与痛苦。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